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.拉马丹是信仰的月份，也是造就男人的月份。一切赞颂全归阿拉，众世界的主。阿拉在古兰经中说，信士中有许多人，以实践他们与真主所定的名约。他们中的有常人的，有代义的，他们没有辩解。我见证万物非主，唯有阿拉独一无二。我见证穆罕默德是阿拉的仆人及其使者，求阿拉赐福于他及其家人以及所有圣门弟子和跟随他们的众人，直到报应日。信仰阿拉是阿拉赐予仆人的最大恩惠之一，正如阿拉所说，但真主使他们热爱正心，并在他们的心中修饰它。它使你们觉得迷信、罪恶、放荡是可恶的，这当然的却是循规蹈矩的。这是由于真主所讲的恩惠和负责。真主是全知的，是智睿的，毫无疑问，吉祥的拉马丹是真实的信仰的月份。因此，在界的经文以照应众圣师的而开始。阿拉说：“圣道的人们，斋戒已成为你们的定制，犹如他成为前人的定制一样，以便你们敬畏。真正的信仰是内心确信使者奉阿拉的命令所传达的一切使命。”对此毫无怀疑，并用自己的行为去实践这种信仰，做到表里一致。一个关于杰布里罗的著名圣训中阐明了信仰的实质。杰布里罗的问穆神说：“请告诉我，伊曼信仰是什么？”穆神说：“是信阿拉，信天仙，信经典，信圣人，信后世，信后世的前定。信仰一曼绝不仅仅是口舌的表白，它是需要扎根于内心，并用力信恨心善心向共去证明的。阿拉说，只有这等人是信士。当今年进驻的时候，他们内心感觉恐惧。当宣读进驻的祭献的时候，那些祭献增加了他们的信仰。他们只信任他们的主，他们亲手拜功，并分持我所赐予他们的财物。这当人确实信士，他们将来在住哪里得到享受许多贫瘠软数和药号的改变。穆神说，口和舌不伤害穆斯林的大众的人是穆斯林的，不侵害大众的生命和财钱的人才是真牧民。属于以自己的道德和行为违抗了阿拉的命令和禁忌，那么属于已经背离了信仰的道路。正如穆神说，信仰者在信仰时不是信士，研究者在研究时不是信士，偷盗者在偷盗时不是行事。穆神告诉我们，谁伤害邻居，
谁只有没有新娘，谁大腹便便的睡觉了，而同时知道他的邻居正在挨饿，只有没有新娘，因为新娘是内心诚信，可是承认身体危险，三者不可分割。正如牧师所说，蜘蛛发誓他没有新娘。有人问了，阿拉的使者是谁的使者说，就是伤害邻居使其不得安宁的人。又说，谁大腹便便的睡觉了，而同时知道他的邻居正在挨饿，谁就没有信仰我。真主的信仰叫人不侵犯他人的权利，同时净化心灵，从心灵中清除憎恨、嫉妒、仇恨、自私、吝啬、背叛和灾害。信仰还能激发信实的道德，从而把信仰对自身的影响体现在自己的所有行为、对待他人的态度以及善待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行为值，这都是为了取得真主的喜悦。阿拉说，他们为喜爱真主而正义平民，故而俘虏我们之为爱戴真主而正畸你们，我们不忘你们的报酬和感谢。新娘是一棵有香的树，其根底是深固的，其枝条高耸入云。如果其根底是深固的，那么品主的许可安是结果。真主的记载源于这种信仰，它能使人内心宁静，并开始心中有主。真主的分斋者绝不会说谎，因为斋戒的和说谎是背道而驰的。斋戒建立在分斋者知道阿拉随时随地在监察人的基础之上的，因为斋戒是阿拉和他的仆人之间的秘密。撒谎是违心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，因此撒谎的和斋戒是互相排斥、不共戴天的。一个人要么是分斋者，要么是撒谎者。正如牧师所说，谁没有放弃说谎和相信阿拉，不需要他放弃饮食。曾有人问了阿拉的使者，信者可也是诺大吗？诺夫吗？牧师说可以。他又问甚是可能是吝啬之人吗？牧师说可能。他又问，那甚是会是撒谎者吗？牧师说不会。新年阿拉有其独特的滋味和甜美，而只有心中充满信仰的喜悦阿拉的签订的人们，才能感受到信仰的滋味和甜美。正如牧师说，谁满意真主做他的言语者，满意伊斯兰教为他们的教门，满意穆罕默德为其使者，谁只有尝到一门的滋味。又说，三件事凡拥有者可品尝到信仰之甜头：喜爱阿拉及其使者，
对他来说超越一切。为阿拉，他才喜爱摩人，获阿拉的拯救后，他沿河在误入歧途，犹如沿河被吸进火狱一般的。新娘和梅德不可分离，他们是相辅相成的。正如穆罕默德所说，有新娘的人是最完美的人，是品德最好的人。新娘是冠冕，纯白也是冠冕，所以尝到新娘的甜头和纯白的滋味，所以能会具备简朴、宽容、期待和谦虚的品德，他会以德报怨，以善意面对伤害，原因如实而善于和解。正如穆神所说，你们受灾的日子，不可说下流的话，不能吵闹。如果有人来吵架或打架，就对他说：“我是在借着。”有理智者应该知道，他不仅凭借纯白而进入天堂，也不凭借品德、宽容和善待他如而进入天堂。正如穆神说：“你们之前的某人三倍千寸，他没有一点善功，但他原来是一个富裕的人。他在与人他们的交往中，常指使自己的佣人，又宽容了贫穷的债务人。伟大阿拉对众天先说：我更宽容你们，原谅他吧。”我们强调，真主的信仰是阿拉套在仆人心里的冠冕，他能借此拥有智力的和信仰。真正的信仰能使人凭阿拉的冠冕而分辨真理与谬误。据阿尼斯·伊布尼·麦利克传说，哈里斯并女文经过穆神半边，穆神对他说：“哈里斯，你怎么样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我成了真主的心事。”穆神说：“看看你说的话，任何事情都有其实际，你的信仰的实际是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单薄今世夜间礼拜，白天分斋，我好像看到了阿拉的宝座，好像看到天堂的居民在互相看望，活跃的居民在不停哭喊。”穆神对他说：“哈里斯，你皆已了解了，只有坚持。新年里有许多枝条，每一个信士应该坚持这些枝条。正如穆神所说，新年有70多或60多个枝条，最高贵的是念万物非珠，唯有珍珠；最低的是清除道路上的阻碍物。害羞是新年的一枝条。曾有人问了哈里斯巴西巴：“你是穆神吗？”哈里斯巴西对他说：“信仰有两种，如果你就信仰阿拉、天使、天真、众使者、天堂、火狱、死后的复兴和清算，请教我。那么我是穆神。如果你就阿拉说的，只有这当人是心事，当今年进驻的时候，他们内心感觉恐惧，
当宣读珍珠的祭献的时候，那些祭献增加了他们信仰，他们只信任他们的主，他们的金手拜功，并分持我赐予他们的财物。这当人确实信誓，他们将来在住哪里得到香蕉、石头、冰淇、软树和油脂有好的给养。请教我那么知安拉的法师，我不知道我是否他们中的一员。珍珠的信仰在中心是敬重种下平安安全和满意的生活的种子。正如阿拉说，凡先生的男女行事，我是必要使他们过一种美满的生活，我是必要以他们的所行的最大善功报酬他们。要说他们的心道，他们的心境因记忆进入而安静，人的一切心境因记忆进入而宁静。我说了以上这些，求阿拉收入我和你们，一切赞颂全归阿拉，众世界的主，我见证万物非主，唯有阿拉独一无二。我见证穆罕默德是阿拉的仆人及其使者，求阿拉赐福于他及其家人以及所有生命之的和跟随他们的众人，直到报应日。各位穆斯林，如果说拉玛丹是新年的月份，那么它也是造就男人的月份。在这县一所学校，它能造就真正的男人。阿赫麦德曾经说，这也是禁止合法的饮食。饥饿是一种管教的方法，在这是为敬和供需阿拉，每种义务都包含一种哲学。在这个义务，其内有恩惠，其外有惩罚。在这鼓励施舍，小处自大，也培养了耐心。认真研究古兰经，就会发现男子气概是阿拉的这赐予那些具备其资格的人的特征之一。其资格就是毫无不动摇的实践他们与阿拉的所定的名约。正如阿拉说，现实中有许多人以实践他们与真主所订约的名约，他们中有常人的，有代议的，他们没有辩解。真正的男子汉是为了阿拉全世界的主而牺牲自己的性命和财产，他们是为保护宗教、祖国和尊严而牺牲自己的性命和财产，这些都只是为了获得真主的喜悦。阿拉说，真主却以用乐园换取剩下的他们的性命和财产，他们为了真主而战斗。我或西敌治国，或杀生伤人，那是真实的因虚记录在塔拉、因公乐和古兰经中。所以比真主更难实践吗？你们要为自己的所缔结的契约而高兴，那正是伟大的成功。拉玛丹是人们聚聚庆祝清真寺和夜间礼拜的月份，这是塑造人格的和造
造就有难人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。正如阿拉说说，皮衣的人们，你应当在夜里礼拜，除开不多的时间，半夜里或少一点或多一点，你应当分送姑娘金。我必一定一转严格的言辞授予你夜间的决心确实更合适的，夜间的分送确实更正确的。若说有些寺院真主允许建立址，并允许在其中跟送他的真名，在哪里朝夕赞颂真主的超绝万物的，是若干男子，神也不能使他们疏忽而不纪念真主，经受拜功的和万那天客，他们畏惧那新落年华的日子。阿拉在描写天堂的居民时说，他们在夜里在夜间即小小睡下，他们在黎明时献主求饶，又说他们泪不落泉，他们以恐惧和希望的心情祈祷他们的主，他们分吃所有赐予他们的，任何人都不知道为依他储藏了什么危机，以报酬他们的行为。夜间拜是永远值得我们关心的大事之一，尤其是在斋月的后十天，这是为了防求木神，因为木神在斋月的后十天比平常更加勤劳奋用功。据阿伊莎传说，他说进入斋月的后十天，阿拉的使者便整夜不眠，殷勤家人金属要带专注于供求。要说神是在斋月的后十天比平时更加勤奋用功。拉玛丹的难造就难人，因为斋月让他们控制自己，也让他们感到心情舒畅、精神焕发。斋月让人多做善心，这也能提升道德和善心的价值的，并规范人类的行为。斋月让人保持权利和履行的义务，希望自己、社会、祖国和民族得到的幸福，这些行为都会带来社会的稳定和进步，也会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信爱之情，并使社会稳定的一实现。我们应该利用这些吉祥的日子，奋力的行善，多诵读古兰经，坚持记住此，更多的服从阿拉，接近阿拉，以免远离阿拉的慈爱。正如穆神所说，阿拉，你在你们的日子里中有着许多恩惠，因此你们应该利用这些吉祥的日子奋力的行善，或许你们一方得到一个恩惠，永不会倒霉。我们的主要一起努接受我们的敬意，你确实传宗的，确实传知道的，求你赦要我们，你确实治要的，确实治慈的。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